动动，现在时间快八点，旁边这个就在那边啾啾啾啾啾啾，就知道我在干嘛。没啊，你知道？知道啊，啾啾啾。短。哦，我们肝坏掉了。几点睡？三点多，快四点。我三点半睡。睡了三个四个小时。对啊，会啊，我很累。这两个，主要是我觉得脸色。我准备要睡，不是晚班时差吗？准备很要睡着了，不是晚班时差，也不睡起床吓死。我早上起床后很那种 YOLO 的，真假的？然后突然什么一个嘣，然后不睡起床，他才要被吓到吧？吵，要放在他耳边呢，吹喇叭。你们明天想要怎么被叫起床？我不想，我不想被你叫起床。我要亲自替他起床。现在到木屐市场了，一早还没有什么人。你要买市场里面的吗？还是要去排队？他们都会排队吃冻饭，那就排队吧。大早吃冻饭呢？对啊，放开。哪里啊？这一间啊。你看他们都在排队。我赶快去。好。对呀、啊，好早，一早就一堆人，大家都是早空排队啊，早起的鸟儿，对啊，他都这样，早起的鸟儿，哇，很长哎、欸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有鱼吃。早起鸟儿有虫，我们是晚起的。知心，你没有喝消水粥？我昨天应该要买的。知心的脸很蓬，那脸本来就很蓬啊。打一打，是那个泼尿酸。那搞不好不是水肿，本来就蓬。等一下他脸就被打肿。人人冲动性消费。我最喜欢吃海鲜，真的。看有什么吃的，把它买冻饭。啊，冻饭太多了。对啊，你是在做记录吗？对啊。那你以为他在碎念你？哎，没，是我的妈妈。碎念他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怎样？那是明太生。哎，那是没有，那是那个啦，鲑鱼卵。鲑鱼卵。它还没有刮下来。海鲜市场啊，一个这么大一只才1500块，现切黑尾鱼看啊，好大啊！最后一天可以买那个来吃，吃。哎、欸，它真的好像牛肉，像牛肉，可是好贵、喔。它吃起来也很像牛肉，它真的好贵、欸。你有吃过？嗯，东港有，东港黑尾，东港一小片要500块呢。要不然要吃吗？对啊。东莞一小片蟹只要500块，对啊，他很想推销。哎、欸，他那个虾是生吃的，他那个虾才600块，他有螺可以直接吃。虾600块这样很便宜耶，一人一只，600块干嘛？好啊，哇，
刺身是。那包是沙西米，还是其他可以看看？再看看。这些小包 ，very delicious，very delicious。那包是。最后买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，对，嗯，那我一定要配。OK OK OK。一张十元。哦。好。好，好，来走。这不是锅。锅。Yes。Thank you。OK。Thank you。哇。给你，来，立马就把这包吃了吗？现场去外面吃，这也不能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先拿着。哎，其实刚刚这样的话，刚刚那一组1000块比较便宜。对啊，还是再去找一组1000块啊。那我们再去买刚刚那个1000块。啊，这个很好吃啊，600块，而且这是贵度哎。对啊，要吗？好。哇，雷人，来。现在流行这样卖光光，他们还要自己加水。现在大家都买疯，不想排冻饭，就要开始乱买东西。哎，他们都没有给那个3个价格。现在生意好的店在卖什么东西？他们还有卖生意。哦，可他已经帮你剥开了。他很大的积木雕。太油，要买吗？好啊，等一下看一下那什么。看有什么东西。好。对啊，是海胆。嗯，还好。这里还好。走。好，走。走去哪？市场里面。他说口袋。口袋就是这个的意思。四尾鱼。鲜鱼应该是吧，因为它是河豚会长这样。1800，1900，1500块，一些。
还没 AI 的，他应该摆的快。这个就很值回票价。棕色做的好，加油加油！大家，我们吃完了。不知道烧掉哪一些？空空撒，那分在一起。鸟吃一早吃太深又太油，他是给你投那个的垃圾桶。吃完也是要注意垃圾整理。哦，环保小兵兵，有没有给人家擦桌子？执行毒师，执行，执行，我们要当个好人。吃完要干嘛的时候帮他们收拾，这蛮划算的。